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右边，右边，右边，手手手，唔好意思啊，好似好似唔喐 ，OK 啊。Hello 梁太你好 ，Hello 你哋好啊，系今次咧一个嘅桌游游戏啦，就用呢个 climate change 做主题，可以望镜头，就可以望用呢个 climate change 做主题啦。嗰时点解会有呢一个概念？其实咧有呢个概念系源自于阿仔，咁阿仔咧其实佢开始点解无端整个桌游先？首先咁因为佢玩完之后觉得好有兴趣，咁佢觉得嗰个 game 其实桌游可以一班人玩啦。即係冇咁悶，同埋大家互動到好開心啦。咁跟住佢就覺得原來board game 其實好多發揮嘅。咁佢就開始就同我講啦，媽媽其實我都好想試下整個board game， 但我就初初就覺得佢好似太大理想啦。專注做咩個board game 咧，佢又冇乜 idea。但佢就同我講，媽媽其實我喺學校學到 global warming， 咁我就覺得global warming 其實係值得俾大家值得注意，不只是大人小朋友都需要的，尤其是這個即影響人類的生活啦。他就跟我說開始有什麼構思，我好啦好啦，你想多一點我就幫你搞啦。所以就決定了做這個 board game 咯。其實你們有看到個 board game 的話呢，就有南極的企鵝和北極的熊啦。其實這兩種動物是不會在一起的，但他們都因為 global warming 的原因呢，他們的冰塊融化啦，咁所以令到佢哋即係都住唔到落去啦。咁佢就想將呢個故仔咧湊埋一齊，咁變咗一個 game， 咁好似好豐富、好得意咁。佢哋兩個大家爭地盤咁樣，咁去帶到呢個環保同埋global warming 嘅信息俾大家咯。咁其中佢啲牌入邊咧有好多講啲環保嘅信息啊，咁嗰啲其實都係想教育大家咯。成個 project 進行咗幾耐啊？其實都進行了很久，都半年時間。由初初他開始，我們想有什麼動物，他就說企鵝，他就自己畫草圖畫企鵝，北極熊畫北極熊，但他經常都不滿意，我們就找了 designer 一起幫忙設計，結果現在他就很滿意很開心的。還有中間很多牌他很執著，他覺得一定要帶到個信息給大家，還有即是他出這個 game 的目的，所以他就會慢慢慢慢每張牌啊怎樣樣去做。咁跟住我諗大概一兩個月到就已經其實個 game 個初稿已經完成，但他就不停試玩，因為他始終覺得有些人可能不係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啊，又未有點樣認識點樣玩，咁他就不停叫很多人試，不停又再改良改良。咁其中如果你哋陣間有興趣咧，幫手揭開盒。個盒就睇下佢有個屏風咧，就我覺得好讚嘅，好值得讚佢嘅。就因為佢諗到一個原因咧，就係點樣整個屏風，因為其實好多牌咧，小朋友揸住咧就攣唔到，打唔開出嚟，又俾人裝咗個牌啊嘛。咁佢整咗個好似一個冰川咁嘅地方形式，整一個屏風喺度咁遮住啲牌，咁小朋友玩嘅話咧都可以攤喺個台度咁樣玩。嗰時第一樣就係揀企鵝啦，仔仔，係咪因為都係錫媽媽，知道媽媽中意企鵝啊？係，但係唔係得咁，係因為企鵝同埋北極熊對 global warming 係最俾 affect 到嘅，即係最大影響。係咯，最大影響。所以就揀呢個企鵝。咁北極熊咧，係咪都係因為知道佢哋兩個，即係企鵝同北極熊係唔會應該就唔會喺埋一齊啦。然之後就揀呢兩種嘅動物可以有大啲嘅迴響咁。係咯。佢淨係開頭就係同我講話想出 game 咋，咁跟住中間啲嘢全部佢自己諗㗎，同埋家姐又俾啲意見，爸爸又就鼓勵佢，即係唔好氣餒啊咁樣樣咯。你有冇一齊試玩過？有。有一時時間啦，玩咗個 game 你覺得點樣？我覺得超級好玩，尤其是係我所設計得好好，同埋有好多細嘅即係啲detail啊，啲detail可以咧所設計得好好啦。我覺得好適合啲小朋友一齊去玩，同埋我可以帶翻學校去同我啲朋友一齊玩。你哋一家人玩嘅時候有冇話第一次玩呢個遊戲啦？邊位贏咗咧？噔噔呢個最叻啦！竟然細女最叻，因為個個都養佢，連爸爸都養佢，所以佢最叻。係咁，呢個遊戲即係經歷咗半年啦，喺設計上面有冇話
最大的難度是在哪一度呢？個難度我想就沒什麼了，因為他是真的試玩了很久，整了很多東西不同的東西，而且他真的一路傾一路做一路傾一路做，所以他都挺滿意的，我相信就變了難度可能是中間想一些牌是怎樣令人家容易玩一點刺激一點的、那個、過程，但他都 handle 到自己。你有啊有啊有有，咁今日呢度就係一班苗圃嘅小朋友啦，佢送我哋會送一啲啦，咁跟住另外其他有啲啊有好多合作有好多機構走嚟揾我哋，咁因為其實我哋講翻先，呢、這個 game 我哋推出呢、這個最大原因咧，即係唔係最大原因，即係我最開心嘅嘢，劉生都最開心就係咧我仔咧佢即係出完之後佢想將賺到嘅錢係我哋做慈善咯。啊？升咗先？係啊，因為其實阿仔未出嘅，即係出緊嘅時候已經同星爺講過，咁啊星爺就話：，誒好啊，你到時送一盒俾我，咁佢出梗係俾一盒佢玩啦。但係唔知佢識唔識玩㗎？即係未同星爺玩過。佢諗住約咯，係我約咗話俾你聽，發 IG 好唔好？好啊。係。OK。同埋嚟緊啦，咁呢一副遊戲咧，會唔會都即係唔會係 board game 咁簡單咧？即係會唔會可能造成一個有未來嘅發展，變成可能電話遊戲咁樣？我都有諗過，但係咧即係競爭太大，競爭太大，咁我哋即係一步一步嚟啦，咩都有可能嘅。你見到好似好大迴響，啲人都讚你個 game， 會即係大家有信心。好熱量，有冇水？有冇紙巾啊？會唔會整下一個遊戲啊？係啊。會啊。有冇出壞啲啊？已經開始緊，但係媽媽話完咗依個先。嗯，一步一步嚟啦，係嘛？係。好，唔該曬。好，唔該曬。我特登出個 post 撐你哋噶。係啊。有冇嘢講？好熱。好熱。知啊知啊，見到啊，佢都回應咗啊。回應咗啲咩啊？回應好似多謝支持係咪？多謝多謝，多謝多謝鼓勵，好似我見到。係啊。好，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